家好，这里是TENASIA TV， 我是 Music in the Sky， 听一听。那很高兴呢，今天又在这里跟大家见面啦。那韩国呢，终于是在非常冷的气温之下，好不容易是下雪了。那天音啊，也是拍了非常多好看的照片。那既然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呢，一定少不了要吃小零食啦。那今天，当当当当，天音就给大家带来了韩国的奥利奥饼干。好了，那虽然听不知道它跟中国的味道有什么差别，那我们就来吃吃看吧。非常香哦，喜欢的朋友要去吃吃看哦。那吃完了今天的小零食呢，天音啊马上就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个礼拜韩国又有哪些艺人要回归了呢，跟天音一起来看看吧。好了，那天音今天首先要来说的就是我们 SM 公司的大前辈宝儿，即将在31日晚上6点发布自己的新专辑《我回来了》。那这一次的新歌呢，也是非常的动感而且令人上瘾的舞曲哦。MV 当中啊，我们的宝儿也是展现了非常有魅力的舞蹈，歌曲呢也是表现了一个女人对男人非常执着的爱恋心情。那希望我们的粉丝要多多支持我的女神哦。那说完了我们的大前辈啊，演员兼歌手的秀智也是在29日发布了自己的 solo 专辑 Faces of Love。 那这一次的专辑呢，秀智也是给大家带来了7首非常不同的歌曲。那29日下午3点啊，他也是在首尔的体育场给大家带来了回归 showcase， 展现了非常精彩的表演。那希望我们秀智的粉丝们都不要错过这一次秀智的新专辑哦。好了，那非常可惜，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啦。那天气呢还是非常的寒冷，大家出门呢一定要多穿一点衣服哦，多拍一些美丽的照片，多吃一些好吃的东西，度过一个非常完美的冬天。那这里是TENASIA TV， 我是天音，我们下周再见喽，拜拜。